杨晨燕、陈雅珍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现在请大家为这两位即将受洗的天主的仆人祈祷。这首神信的人与基督同死同生，成为圣子肖像。佛祖庇荫我们。各位亲爱的我信主，在你说洗礼之前，请你们在大家面前公开你们弃绝挪威的一些行为吗？愿在你力量一如我愿你们付上的这圣油深过你们全身。各位奉献者，你们愿意按照刚才宣认吗？愿意。弟子及圣神之名，愿你受洗。阿门。真雅雅真，埃及玛丽，我应服。弟子。及圣神之名，愿你受洗。现在要受骂服，因为家的父母今天来把基督的光的光明带给新人信徒的教育。受光，你们既在基督内成为光，犹如光明之子，保持信德，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。亲爱的新教友，你们已经水和圣神在基督内重生，成为基督和他死祭司的一份子。现在你们还要领受圣神。你说天的圣神，我们祝你平安。谢谢天主。请借此印记，你说天的圣神，祝你平安。谢谢。